第一次看见大人在哭呢。我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哭呢。梦梦你好啊，你是谁家的卡片？是你的卡片。我为什么要送我一张卡片？妈妈，我们想要跟你说，我们最爱你了。哦，妈妈，你不要再哭了好吗？哭？我没有哭。可你在流眼泪呀。哦，哈哈哈，那是因为我正在切洋葱啊。你们闻闻看，喏，哦，咕噜，原来是因为切洋葱才把你弄哭了，而不是因为难过。就是这样。那你们还会把卡片送给我吗？当然了。快打开，快打开，快打开，快打开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我们很爱你。哦，这好贴心呐。王后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我是被你们感动哭了。哦，宝贝们。哦，点心好了。